双层安全壳泄密的事情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不是一个卑鄙小人，还不承认是吧 ？A G 集团，我们一旦成为他们的资方，人事行就能替我们出力。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吗？批准投资猎头公司的事情，你只需要签字就好。越级汇报，又出什么事了？3年前，玉荣二期的基坑被填上了。